浇了浇吧。啊、哦，不要了，谢谢。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是最好最贵的。对啊。这，哇，真是运气太好了，还有空位。这家店对于刚入行的时候的我来讲，那就是最好、最贵的。我刚进货运部的时候，那会儿每次飞回来差不多都得凌晨了，在国外吃的乱七八糟的，所以飞回来第一顿一定要喝粥，这样我胃里才舒服。你别看这环境一般，但是他们的食材可新鲜了，而且他们的调味酱料都很讲究的，这可是我心中的满汉全席。帅哥美女晚上好，欢迎光。你不是小陈啊？是我了。好久没见你过来呀、啊。这个是男朋友。啊，我是他教员。你是教开飞机的？对啊。哎呦，那厉害啊，厉害厉害。你呀、啊，人长得帅，就有真本事。那是，我们领导可受女生喜欢了、啊。是吗？那、那个，要不我们先点菜好了。我们这是10年一贯季。啊，都没变啊？那我不看了。那我要2人份的海鲜粥，还有白灼芥蓝。哦。我可以再点一份香辣蟹吗？点呗。好。这喝点什么？哦，我们带了，老板，谢谢。随意。你忙。好。老板可热情了。宋宋什么时候过来啊？他不来了，他说你得分开请才有诚意，那你下次单独请他吧。来，你来开。先摇一摇，这一摇塞子会崩出来，会有危险。这有什么危险的？这就得使劲摇，嘣一下出来，那才带劲呢。摇摇摇。使劲摇，使劲使劲，使劲使劲。自己来吧，我自己来。来吧，庆祝我们顾教员的宏图伟业实现了，一点点。我一会儿还要开车，你喝吧。哎，你找代驾不就得了吗？一会儿就叫代驾吧。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哎，雨禾，你怎么了？顾局长回你消息了吗？回了。那你们啥时候去吃饭呀？他说要吃的，但是没说几点。哎，别担心啊，顾局长呢，他就是没想好吃饭的地方呢。他那么严谨一人，不得精挑细选一下。我欣赏他的才能，更欣赏他的勇气、热忱和对这份职业的坚持。
谢谢。你头发。嗯。帮我把这个摘下来一下呗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来，好嘞！我跟你说哈，淋点这个酱油，轻度炎炎。老板有没有湿纸巾？有。哎呀。刚用完，不好意思。啊，那……哎呀，帅领导啊，你就帮女孩子扎个辫子啊。没事没事，我小心点就好了。那个你好，我跟我的朋友们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能要一下你的微信吗？哎，哎呀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希望我男朋友加别人微信，要不你加我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说什么？给你们，别动，别动，我看看怎么。你看那个女的，人家有女朋友，那是他女朋友。说谎了？怎么着？我是误解你的意思啦？你想要给他们微信？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。哎，我们也来玩一局真心话大冒险吧，猜拳怎么样？不，剪刀。哎呀，你输了，大冒险。这样吧，吃个小马蟹。来来来，吃一个，吃一个。我自己吃，我自己吃。啊，不能用筷子，用手。用手啃着得劲儿。怎么的？
没有，你就是平时吃少了，你再吃一点。我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再吃一个。我不吃了，太辣了，我不吃了。不，你这你输了，你必须吃。吃三个。好了，不能再多了，不能再多了，就这么多。我要喝点水。没有。哎，师傅，停一下。哎，好。宇航，南亭哥，嗨，肖姐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哦，你没回我微信，我担心你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，所以就来看看。哦，我刚刚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程小姐，你们一起回来的，好巧啊！是啊，好巧。你等很久了吧？啊，也还好，等了一个小时。不过还好。啊。宇恒，你难得来一次，你们一起去我家坐坐吧，喝杯茶。要不你俩喝，我先回家。一起啊，走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南亭哥啊，你们喝酒了？哦，对，小喝了一点。上车。啊。来，喝点茶。宇恒，喝点茶。谢谢。这是我们公司开的航线吗？是啊。对啊。不止如此，这还是顾教员飞过所有的航线。也是我未来奋斗的目标。补上。你上周飞的横跨中国。陈小姐，你工作真的好认真啊，我要好好向你学习。哎呀，你快别这么说，你太谦虚了。同批学员里你是升舱最快的。快先坐下，喝点茶。前两天我碰到艾经理，他跟我说你最近进步很大，遇到旅客提不合理的要求也懂得怎么拒绝了。艾经理一直在帮助我，让我意识到了很多我自己的问题。下周你们都要进行复训，要把握好这次机会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。你又是魔鬼教官？我只是复训教官之一，也不是魔鬼。那个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再坐会儿呗。我先回去吧，夏至又拍了几个短视频，正在家等我意见呢。啊，哎，宇恒，夏至最近怎么样啊？他还好吗？他好得很，他好像很喜欢公关部的工作。哎，小姐，你们俩还没和好吗？那也得他愿意跟我聊啊。没事，等复训结束再说吧。那我给你叫个车。不用了。没事。我送他，走吧。那慢点啊。车还有五分钟到。嗯，谢谢南亭哥。没事。
丹婷哥，嗯，我感觉你跟程小姐相处挺好的。啊，她进步很大，作为教员，我很满意。宇航，其实我一直想问你，为什么研究生毕业之后突然想转行做乘务员了？其实是因为好奇。啊，一开始是有点好奇，不过后来越来越喜欢了。我希望你不只是找到一份工作，更能找到一项愿意为之付出的事业。嗯，艾经理、梁总都让我学到了很多。南亭哥，你们飞行员是一项事业，我们乘务员也同样是一项事业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妹妹，希望你工作生活都能顺心如意。我懂了，谢谢你，南亭哥。南亭哥，那你把程小姐也当成妹妹吗？车到了，快上车吧。安全到家跟我说一声。嗯，丹婷哥再见。再见。关机。哦，你马上就要复训了，我怎么还有点紧张呢？复训你紧张什么呀？最害怕里面那个跳滑梯，一个一个扑通扑通扑通，像企鹅似的，是吗？你走，顾部长好。嗯，宋总，你先走吧。哦，你走，南京哥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张哥。等会儿见。嗯，好，谢谢战哥。
Hello， 张哥，请进，请进。那我直接进了。啊，这是你的鞋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正在收拾东西呢。是吗？给你倒点水。好。你飞行员的家果然不一样啊。来，张哥，喝水。哎，好。第一次来你家，送你个小礼物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看着好酷哦！听说你喜欢手冲咖啡，送你一套手冲装备。天哪，我麻烦你，你怎么还给我送礼物？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我正好也想养只鸟，这次就当是预演了。落地了，落地了 ，Polly。落地了，是你教的吗？他会说的可多了。是吗？他叫 Polly 是吗 ？Polly 是个机长。Polly 机长。Polly。哇，你脸怎么红了呀？好嘞，那张哥，你先跟他玩会儿，我去给你做个咖啡。哦，不用了，你接着收拾吧。不介意的话，我给你冲一杯。不介意啊，太好了，我的豆子就在厨房里，你随意挑选。好，那我去收拾了。稍等一下啊！哇，这么专业！咖啡的冲煮是极其精细的，只有合适的研磨度、粉水比，还有水温，才能将咖啡豆的风味完全展现出来。你真是我见过最独特的工程师。刚刚好，哦，这杯子有点意思啊！哦，我在陶艺店做的，送给你的，手工打造的啊，太好看了，谢谢战哥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在厨房发现锅把松了，我给紧了一下，然后冰箱有异响，是平衡不好，我给调了一下。天哪，战哥，你真的太好了，我不好意思了。嗨，直接强迫症。这句可不是我教的啊！
亨利，这几天你就要借住倪总家了。来吧，说个拜拜。拜拜，亨利，你要懂事一点哦。来，给我吧。哎，谢谢战哥。恩婷，哎，回来了。啊。我又不上去了啊，我得赶紧把彭林弄回去，要不然憋坏了。啊，我走了。嗯，放心吧。谢谢展哥。嗯。慢点开，谢谢谢谢。好。你不是要加班吗？明天复训不用加班。据分析，全球超过一半的致命事故涉及航空公司相关的主要致因因素，其中因果关系最频繁的首要因素是飞行机组操作技能，占14%。一位优秀乘务员应该具备的品格有责任心、爱心、包容心、同情心，还有耐心。现在的飞行高度是500尺，仪表显示有6米的侧风，在接近跑道的时候，我们要向迎风方向压盘。同时左脚蹬一点左舵，让飞机形成侧滑。好，左手回来，右手去端水，三指法三点成一线，然后轻轻把盖碗端起。姐夫，姐夫，你干什么呀？毛里毛躁的，你也不知道敲门呢。出大事了，姐夫。怎么了？我那复训考核没过。这你都能不过？你是在南亭那个班上，他难为你了？那倒没有。是马教员，有一次我着急回去接兜兜，就跟他请了个假。那复训是封闭式的，不能出基地。你怎么请的假？你打着我的旗号了是吗？嗯，姐夫，我以为那马教员人挺好说话的，没想到人家给咱记上了。那个马教员比顾南亭的资格还老。这是出了名的眼里揉不得沙子，缺勤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考核成绩啊。你是不是还有事儿？就是应急下降过程当中佩戴氧气面罩不太规范。姐夫，你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吗？座舱的气压高度在1万英尺以上，必须正确的佩戴氧气面罩，这是法规。是。要真飞起来，你氧气面罩万一没戴好，你人立马就晕过去了。是，马教员也这么说。姐夫，求求您了，你得救救我，求求您帮帮我吧，姐夫。你让我怎么张这张嘴？姐夫，你说我这要下降成观察员，那可就成了咱全公司年纪最老的观察员了。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，也丢您的脸不是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丢丢你自己的脸。
少扯上我。姐吧，你也知道，这关长岩每月必须飞够80个小时，都是得学画画、学钢琴，还得上英语课。你说我哪有时间陪孩子了？您就打一个电话，让我再考一次。飞行员要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负责，还再考一次？你真飞的话，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啊！啊，给你降职又降的对，你活该。这次考核我都快紧张死了，没想到我也能通过哎！我就说你行吧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哎，干嘛呀？你们考核过了吗？我们四个都拿了优。我们也过了，你看，而且宇恒也得了优呢。恭喜啊！上次失敬失敬。哼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吃饭。但是我听说啊，临床考核化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们知道吗？自打我飞行以来，这是我第一次整体成绩拿到优秀，之前只是良。现在你们知道顾教员不是故意为难你们了吧？嗯。哎，从那以后，我决定跟你俩一样，彻底拜倒在顾教员裙下。啊不，门下。加我一个，我也是。加你一个，加你一个。嗯，自己不会加呀？你的香。可恶。妈，生日快乐，晚饭等我回来做。谢谢儿子。哦，对了，宇恒跟我约好了去滨海公园散步，下午你不忙的话早点过来放松一下。怎么了？累了？没有，还行。妈，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吧。休息会儿吧。还是秦阿姨厉害，您平时没少锻炼吧？看您这体力真不错。啊，也没有刻意，就是抽空就出来透透气。哎，我就是平时锻炼太少了，有时间锻炼都要等到晚上了，我一个人也不太敢出门。顾南挺喜欢运动，也喜欢跑步，你约他，让他陪着你。好啊，就是怕麻烦南挺哥了。爸，我平时都是在家里锻炼，你如果出门跑步不方便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订台跑步机，效果也不错。哦，哎，没事儿，我不麻烦你了，我自己买一个就好。哎，对了，阿姨，我晚上订了一个餐厅给您过生日。哎呦，你还想着这个事儿，我就跟南平说咱们就在家里吃算了。对，就在家里吃吧，我来做。我妈还特意叮嘱我呢，要好好陪阿姨一起过。谢谢她啊！我还给您买了一条丝巾呢，准备啊晚上再送给你。你看，还让你破费，不好意思。应该的呀，您和南亭哥打小就对我那么好，我在潞州也没什么亲戚朋友。您要是愿意的话，以后生日我都陪您过。那好啊。哎，我还记得我10岁生日，就是南亭哥陪我一起过的。那年在游戏厅，你还帮我抓了一只娃娃，我到现在还留着呢。有吗？你看你什么也记不住，他呀从小就是学习打球，打球学习，现在呢就是工作工作。我回个邮件，你们先聊。你看，说着说着就又来了，就是一工作狂。哎呀，阿姨，今天难得出来，我给你拍个照吧。好啊。来，你留个念。完了没有？咱们一起拍个照片。哦，好，我帮你们拍。今天阿姨过生日，还是你们俩合个影吧。一起吧，来，咱们一起。
去。你好，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？好啊，谢谢。谢谢你。来，三。这家店是我专门在网上找的，特别好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幸好你今天选了中餐，这西餐我是真吃不习惯。我也是，我只要一飞国外吃西餐我就愁啊，只要一回来我就要先喝碗粥。那你今天也可以请我喝粥呀。那不行那不行，请倪部长吃饭必须要拿出诚意。那我就要好好研究下菜单，点点贵的，也别太贵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随便点，随便点。写了吗？没有。这个送给你。送我？今天商场搞活动，买袜子送香水。我一打开是女士香水，我也没有女朋友，所以就送给你吧。那谢谢你啊。客气了，你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。啊。嗯，挺好的，谢谢你。喜欢就好。我明早要帮人顶个班，我先睡了。嗯。你也早点休息。嗯。不好意思啊，机会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一趟。陈潇，陈潇，战哥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王凡给我打电话，我得回趟机库。哦，好好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每次都没能赶上送你回去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工作要紧。那我先去买单了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谢谢你部长赏脸。
慢慢靠近，别再